你是否觉得我很漂亮？雷蒙多觉得你是个大娘们。眼睛多，看东西才会更加清楚。双眼失明丝毫不影响我追捕敌人，因为我能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。一群恶心的虫子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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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事到如今，俺最怀念的一句话还是三师弟的：“大师兄、师傅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。”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为啥不是猴子呢？我爱我的武器，因为它和我所爱的音乐一样，都是重金属。他们尖叫什么的，我最喜欢了。追求刺激，死亡就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。一个狙击手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精准，还有一把好武器。你太过依赖自己的武器了，要试着放手。我可能很坏，但我感觉很爽。是啊，只要九九趴就能让你爽到不能呼吸了。